因为咧，我哋仲有唔同界别嘅朋友，就系、是、因为我哋觉得，即系一个共识决策嘅民主咧，就并唔系净系投票噶，唔系大多数人决定咗就唔需要理少数嘅。所以我哋希望咧系连结唔同嘅团体、唔同嘅界别，包括埋一啲协商嘅团体，大家可能发现佢哋倾过噶，倾过唔紧要，因为唔会停噶嘛，啲嘢倾过可以再倾，再翻嚟倾。所以咧，今日我哋系一个即系多重身份。甚至乎傾過嘅都可以翻嚟傾今日嘅 Daily Two。咁簡單嚟講咧，我哋今日其實有三點嘅。第一點咧就係關於民主對我哋嘅重要性。其實今日咧，我哋總括嚟講，除咗大家覺得民主同我哋生活係息息相關，唔係一小撮人或者一小撮政黨嘅事，仲有咧就係基於我哋香港嘅社會而家個自由係不斷下降，而且甚至乎大家對未來係非常之恐懼啊！所以我哋覺得民主係我哋唯一可以救香港嘅一個必然要用嘅手法，係可以保障到我哋香港市民嘅人權自由。第二咧就係喺一個普及而平等嘅選舉入邊，我哋覺得提名權、選舉權同埋參與權三者都不可缺少。喺今日我哋嘅條件同埋今日我哋嘅決策入邊咧，我哋係決定咗有一個共識咗，我哋應該有一個直接而平等嘅提名權，係直接而平等嘅提名權。所以咧好近啦 ，Kelly 係咪啊？傾咁遠，我哋有一個好重要嘅儀式嘅，大家望一望。曬一曬咪就得㗎啦，見真啦！大家有冇見到全民提名係一個問號嚟嘅？我哋一日未傾，我哋都係應該唔提名咧。傾，係你啊！依個時候，咁咧啊，代表性啦，我哋就跳翻個感嘆號上去。我哋今日嘅決定就係全民提名，係直接而平等嘅提名權。好，全民提名。運動其實在決策上面和跟住落嚟的工作咧，我哋希望係加強個透明度和多元化，而且咧，我哋亦都希望咧，除咗喺學校做商討日之後，跟住接住落嚟，我哋唔單止婦女界會去送外賣啦，可能唔同界別都會走到社區入邊去同唔同嘅群體去講解一個政制嘅改革。我哋希望佔中嘅運動唔係淨係喺課室入邊去講，我哋要行到社區裏邊去講，我哋要用唔同語言同唔同界別嘅人講，因為我哋要將一個政改嘅運動達至一個全民嘅運動，就係我哋今日嘅最後共識啦。有冇其他團體代表啊？同埋咧，今日我哋有唔同嘅協辦團體都有啲説話想講嘅。係，大家好，咁我就係今次協辦團體女同學社一個同志組織嘅代表啦。咁我就叫鐘志浩啦。咁今日嘅商討日其實決定咗2017年嘅特首普選咧，其實係要有直接同埋平等嘅提名權嘅。而特首選舉咧，其實符唔符合普選，其實直接關連到性小眾或者係其他性別小眾嘅權益嘅，就好似之前啦，以我哋上年嘅施政報告為例啦，其實之前。特首已經吹過風，就話性小眾或者係不同性別傾向嘅朋友係有一個諮詢喺度嘅，但係咧奈何吹完風啦，隔咗幾日突然之間去到施政報告當日就話冇咁樣。其實個原因咧就係因為梁振英背後咧有好多有選票嘅宗教界人士喺背後度不停咁樣同佢遊說講，而梁振英咧佢自己亦都睇低咗呢一啲嘅勢力，咁樣正正係因為佢哋有選票喺四大界別裏邊，而家嘅選舉委員會裏邊咧有選票，所以就令到呢一啲符合性小眾權益嘅政策咧係推行唔到，或者係連諮詢都唔通過，所以一個普選。一個民主同埋符合直接平等嘅提名權咧，其實係好幫助到性小眾嘅朋友去達到一個更加平等嘅未來嘅。係，
大家好，我是香港专上学生联会学联的代表。其实学联之前一早在10月13号已经教了大专学界商讨日的了。但是为什么我们都要来呢？其中有两个原因的。其实说真的，你说2017普选我相信是基本上大部分香港人的一个共识来的了。但是为什么我们都要参加这么多次的 D-Day 呢？第一样就是其实妇女参政讲的其实讲了很多年。但其实一直以来妇女那个地位或者这个父权制度底下，我们的生存是怎样做呢？其实我们就是希望告诉大家，无论大学生又好，但是妇女又好，其实我们大家都一样，都一样参与这个社会，参与这个政治。而其次的重点就是，我们虽然搞了大专学界商讨日，而我们也都最后其实是谈了很多的共识或者是一些的提议出来。但其实今天里面的讨论呢，有很多的提议很有趣，而这些提议呢，其实很多时候是基层妇女呢才会去 raise out 出来。这种呢就是我们讲的，我们虽然要争取普选，但其实普选不是万能药，这一句话其实在我们中间我们已经发生了。我们就因为一个真正民主的一个气氛，我们多元的气氛，我们才可以有这些不同的意见，然后大家有一种互相沟通，这个才是真正民主包容的元素。所以其实我们希望的就是不同的团体、不同的组织是可以继续互相有这些关系、有这些网络，然后大家去互相支持对方的一些商讨，这样才有不同的火花，然后才可以达至一个真正民主的社会。普选老实讲句，真的当我们真的当第一步，最重要的一个民主的社会是我们中间的教育，我们中间的即係實踐，咁呢個就係希望我哋學聯嚟到做協辦呢個好緊要嘅一個原因咧，亦都係希望大家可以繼續一齊去達成嘅一個方向。大家好，我叫煲兒，是來自青日青少年發展網絡的，我們是今次的其中一個主辦單位。講回剛才的討論，我們覺得是很寶貴，因為你很少可以在任何一個場合見到真的這麼多，無論是基層女性還是性小眾朋友一起去討論我們要一個怎樣的普選。我們要的是一個，我們是反對父權主義，真的由中國共產黨揀給我們的一個特首。我們要的就是正正是剛才發生的，由我們自己香港人，我們來自不同界別、不同少數又好，婦女又好，男士都好，一起去討論出究竟屬於我們，我們要怎樣去選這個特首出來。咁而係頭先可能唔知道大家會唔會覺得啊，好似好漫長嘅討論啊，好辛苦啊，又不斷彈翻轉頭啊，唔知道個結論係乜嘢。咁但係正正係我哋真係需要一個咁樣嘅討論，去讓唔同年紀嘅朋友，男士、女士或者性小眾都有機會透過呢個討論攞到一個資訊，就係、是、究竟普選是什麼，究竟提名是什麼，究竟公民和全民提名有什麼分別。而這些討論呢，其實是一個很好的教育的方向，希望在未來的時候呢，大教授都是可以繼續在 D-Day 3那裡繼續為我們真的帶更多不同的聲音進去這個討論裡面。師奶大公，是啊，正啊，正宗，是啊，師奶罷工啊，是啊，升到正宗啊，咁啊，我咧就，我哋已經係屬於係咩噶啦，係老友記嗰類啦，係咪啊？咁啊，點解我都要全民普選咧？咁樣，我因為我年紀大啦，其實爭取到嚟，我享唔享受到咧，我都仲係一個問題。咁啊，但係咧，我真係因為我咧都係，如果人咧冇咗自由，冇咗自己嘅講説話都要小心，都要俾人哋去鎖去拉咧，咁就唔係幾好啦。咁樣啊，我唔想以前嗰啲模式咧再走翻落我身上，所以咧我咧就為後一代着想，都希望咧有新嘅社會入邊嘅一個意識喺度，希望有理想、有人權、有自由，係三個字啫。咁樣啊嚇，個社會先至真會有進步嘅。如果倒翻轉頭，好似俾人哋曾經係打壓過、剝削過。有金剛罩咁箍住你，咁樣咧我就唔係幾想啦，咁樣嚇，係一味要聽命嘅，咁樣唔係自己嘅真正係嘅意義嘅，咁我就唔係幾想啦，咁樣啊，我一定要希望大家年青人、老人都要出嚟，全民提名，民主係呢幾個字。喂喂。
咁我哋新婦女協進會咧都好積極去參與呢、這個即係佔領中環啊，同埋咧政治制度改變嘅一個討論啦。咁最主要咧，我哋覺得即係民主制度固然係重要嘅，咁但係民主制度咧必須咧係加上一個民主政治嘅實踐啊。嗰、那個咧就係頭先大家好多早都提到嘅，就係話嗰個日常生活裏邊嘅民主化。咁呢個咧，我哋認為咧係相當重要嘅一環嚟嘅。咁因為喺一個日常生活氣氛裏邊，我哋能夠都互相尊重，對於咧少數群體或者一啲咧係被壓迫嘅基層人士啊，包括咗婦女啦，又或者係一啲傷殘人士啊，唔同種族嘅社群啊，咁我哋都覺得咧喺我哋嘅日常生活裏邊，我哋應該活出一種咧對佢哋嘅尊重啊，同埋一個民主自由嘅氣氛咧，係喺個你平日日常生活相處裏邊咧能夠實踐到出嚟嘅。咁我諗我哋今日都會覺得係一個好有意思同埋好有成果嘅一個討論，因為起碼我哋澄清咗好多我哋唔同嘅概念，但係而我哋亦都好珍惜呢個機會咧，大家係會咁樣一齊去討論一啲我哋唔熟悉嘅即係政治制度係點樣啊，我哋點樣去理解民主啊？咁我哋希望嚟緊咧係即係不同界別嘅人都會有機會咧係一齊去商討，同埋更加係互相接納對方嘅處境，同埋理解翻大家喺香港社會裏邊嘅所遭受到嘅唔同嘅壓迫，而又團結一致咧，係去爭取呢個民主嘅制度嘅落實。我係何之君，係代表保衞香港自由聯盟講幾句説話，可以啲人響度。我諗最主要其實頭先都講咗好多啦。我今日咧就係覺得有一個好好嘅情況咧，我有少少覺得energize 咗嘅。最主要就因為咧就係有除咗小組嗰度，其實都有啲唔同嘅意見係可以好自由咁樣交流啦。我哋都覺得今日嗰個大組裏面嘅即係出現咗一啲嘅唔同嘅睇法啊，或者。但是又可以一起咧，係去揾到個方法咧，係去嘗試理解同埋咧就係解決。咁我覺得呢樣嘢正正就係民主嘅真諦咯。即係我哋唔可以保證即係100% 嘅共識嘅，但點樣係響一個好嘅機制之下，大家第一可以暢所欲言，唔需要有恐懼；第二冇報復呢樣嘢。第三是可以咧，就係用一啲機制上咧，係去尋求到咧，大家一個咧，雖然未必係100%，但係咧都係有一個共識，同埋咧反對嘅聲音可能咧亦都係用翻某種嘅形式咧係可以出翻嚟嘅。咁我覺得呢個可能就係我哋其實我哋保衞自由聯盟開始嘅時候都係希望咧，就係、是、盡量係透過每一個人嘅力量咧。是去維護同埋咧，就係保護翻我哋香港，希望可以繼續係響呢條路行落去嘅，就唔係話咧，就係去到今時今日咧，突然間中斷，或者係俾人哋控制住，或者咧就扼殺咗我哋一啲嘅自由討論嘅空間同埋我哋發言嘅機會。咁我好希望，好希望咧，就係今日咧，就係 GD2 婦女嗰個小眾性別呢個咁樣嘅形式咧，係可以。跟住喺我哋落區又好，喺其他嘅形式嗰度咧，都可以表達出嚟。咁第二咧 ，energize 嘅咧就係話，其實咧頭先咧亦都有好多個人嘅 project 其實可以做嘅。咁咧我哋即係好似已經開始諗緊咧，點樣喺地鐵嗰度去討論啊，去商討啊，而引起其他嘅人嘅諗啊咁樣。咁或者係一啲咧就係點樣快樂落區啊，諸如此類。咁我覺得係一個好好嘅開始咯。我哋大家努力。好，唔該曬。咁仲有冇其他團體代表想講？咁如果我雖然有啲朋友唔喺度，但我都想多謝嘅，就係今日好多其實咧基層婦女咧湊完個 BB， 湊埋個 BB， 或者而家趕住翻去買餸湊 BB 嘅，已經走咗啦。咁佢哋其實今日都有一啲基層婦女都出席咗，而且佢哋即係因為有啲家庭嘅困難咧，佢哋都好努力出席咗。而且呢啲基層婦女唔單止出席一次，佢哋由我哋 D Day One 到我哋高峰會到今日 D Day Two， 佢哋無論帶住 BB 或者揾人湊 BB， 佢哋都有出席嘅。咁呢啲基層婦女，我哋都非常之感謝佢哋啦。咁雖然我都見到有少少記者朋友或者有冇其他朋友，仲有冇啲咩問題？
因為已經超曬時啦。啊，咁啊，多謝大家，唔該曬，拉布民主。